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个大镜头。你直接当大镜头。那得现在没有那么大大镜头，对吧？啊，我现在觉得看那个冰车效果，这个效果当然可以啊。那没有。那怎么搞？拿着一个计数器来。那单一个算了。还有文件。啊，那以后也给他喝的，多少个？别的个。哪里跑不了啊？这边，你全部全部的。哎，这个毛，这毛，这毛就停掉了。这个是 D S 还是 D 四了？因为我搞的小的，它是平底的好嘛。OK 了，把机器换一下。你去看一下，然后呢，创个几个方面的 ，OK。